女星曾之乔在电视剧《碧琪女人》中跳脱过去柔弱甜美的形象，饰演好胜强势的新时代女性郝胜男。虽然自播出以来就颇受赞赏，但她在戏里必须和柯佳嬿针锋相对，因此有观众批评这个角色非常脑残。对于网友的责骂，曾之乔在脸书发文为自己辩护：“我有没有听错啊，妈？你要帮蔡文成安排相亲哦？等我整理好自己，等我找到答案好不好？”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呢？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吗？身为一个演员，曾之乔认为饰演无知的角色就是要尽全力凸显他的无知，努力让这个角色更有层次。与其一昧批评，不如想想哪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不是充满盲点呢？至于郝胜男和蔡桓贞之间充满火药味的对话，曾之乔说明这是和导演讨论过的表演方式，因为这部戏就叫做《碧琪女人》，谁都不用客气，都要有把气势压过对方的野心。演员们都是为了冲撞出最大的火花而努力，希望大家能明白他们的用心。